小朱，你们到哪儿了？到机场了，进停车场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我就在那个 B2的电梯间啊，你让王师傅别开错了。今天的师傅不姓王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看见你了。英姐，在这儿。林姐，春节快乐。于老师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现在样子和我早上开门看见于老师的样子差不多。早上开门，好的，我马上准备公关预案。于老师，从现在开始请你把口罩戴上，以后这个就是你的出行必备。那你一会儿还有回宜兴吗？对啊，今年春节我可以休息到大年初七。我回去再让我妈批判几天吧。那我先进去了。这部电影拍到什么时候？电影会很快，大概五月初。中间会回来吗？剧组不太好请假，中间是有一个品牌方的活动，但是地点还没定，我不一定在上海。所以我们可能两个多月不能见面。差不多吧。怎么啦？我发现我之前想太多了，我觉得我出差太多，工作太忙，没时间照顾好你。但事实上你出差的时间比我还多，谁耽误谁的青春？值吗？随便耽误吧，我们一起吧。真是没眼看，大庭广众之下你就不怕被别人拍吗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好上的？不会是回去的这两三天吧？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？哎呀，我就说你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大的惊喜啊？我是需要有时间来准备的，你现在给我详细的交代清楚，我好做公关啊。青青，刚才说了那么多话都白说了是吧？我在想更大的事。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这件事情更大？谈恋爱呀、啊、异地恋可是很辛苦的，我要想想我该怎么办。